以在网上可以找到这些文章啊。那我只是那知道一下这样的一个论点啊，我所使用的一些资料啊，然后一些观点或者被建立起来，这是我的这个评论啊。好，就是由机制占领到重建。那么陈宇的观点是认为，台湾到目前为止呢，最近占领并没有真正被终结过。这个美国的军事占领，美国军政府当时都是大量的军政府，并没有真正被为什么有台湾关系法？为什么美国所制定的台湾关系法是属于美国的国内法，而不是国际法？啊，大概想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啊、为什么美国送给台湾F-16战机是根据台湾关系法？啊，那为什么中国会抗议？啊，这样子，为什么国会要来批准这个授权？你说案啊，所以不是美国总统啊，总统是管外交，然后国务也是国会是管内政啊，所以这也带出一些很吊诡的，这是台湾奇迹的啊，台湾奇迹不是说经济奇迹，而是台湾的地位的奇迹，不是台湾啊，所以医生呢，他把这个问题很细致的透过条约所使用的英文字啊，去剖析里面的真正的玄机。法律这个法的概念呢，就我们台湾来说，就是我们欠缺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的掌握，这方面的追究能力，可能我们会将来会在这方面会吃亏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去好好去理解这个问题啊。那他有提到这些模型啊，那我想可能花的时间非常多，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浏览过去。他认为说战争结束就要重建，那主权要恢复啊，但是我们始终主权没被恢复过啊，那这些。还有一些争议问题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统派或独派的啊，或是中间派的，对于这个最佳合约的阅读方式也不同啊，所以这个是有争议性的了哈、啊。当然我站在是哪个角度，大家看出来哈、啊啊。所以战争结束呢，战胜国占啊，主权要暂时移交，那战胜国军政府啊，就是美国啊，要认定民主文政府啊，那么要委托蒋介石啊，中华民国的军事部长。来，而委托他的，但是委托的结果呢，他形成立了一个两个机制啊，这机制你看我们看得到啊，基本上的模型是这样子啊，然后文政府，然后恢复原状，然后再今天新政府做补选，补选之后呢，原主权就被恢复了，所以主权不是说马上就恢复的，他需要通过一些法律的程序去进行的啊，那我可以不管他啊，这样子啊，这国际法是这样子的啊，那为什么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？只有除了我们西汉以外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问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，由军事占领到台湾重建，啊，这个文字里面也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得到，修一个它的网络连接的那个网址啊。好，那这跟台湾有关系，那从这边去看台湾的问题啊。那这些文字可能我们等一下慢慢阅读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结构啊。好，在这结构的重建主权恢复，台湾太平洋战争结束了，是在1945年8月15号。啊，战胜国军事占领啊，主权信托给美国啊，那是蛮大事啊。战胜国的军政府委托给 ROC 对方中华民国蒋介石委托啊，委托而已啊，那委托到现在，啊、委托到现在啊。啊，那这时候蒋介石呢，就成立了两个机构，一个是当时的行政公长官公署，一个是警备总司令部啊，这个百姓大家知道的啊。一直延续下来，然后进行白色恐怖，所以说他开始在东国民党推到台湾之后，1948年发生就在这个段时间了，成立的然后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啊，这里面就包括这些很复杂的这个国共内战的问题，大家也知道旧金山合约是签约国里面16个国家里面没有包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所以当时的台湾呢，中华民国呢就。在1945年，旧金山合约签订以后，签订是说台湾跟中国都没有签订啊，所以说当时这个在旧金山签订以后呢，这个马上的台湾跟日本再签另外合约啊，这边是属于子约啊，就是这个大台湾之下的一个子约这样子啊，流亡政府会有严重事宜啊，国民投票，国民政府都没有，一项都没有啊，新政府这边没有啊，这样啊，会有严重，严重会有，严重在哪里啊，主权在哪里？啊，就他提出这样的质疑的啊，所以这一切都是没有的，啊，好，那这个有一个网址啊，
大家讲，但你可以找那个关键词嘛，应该可以找到陈寅他这个名字的一个叙述啊。好，所以这我讲，我这边把它拿带过去啊。好，所以缔结法律难题啊。有位学者叫林满鹏啊，那么他的立场呢，跟陈寅稍微也不太一样，他好像站在中间立场。那美中的。